俗话说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只要速度够快，一张普通的 A4 纸都能切开可乐罐。相信很多小伙伴都见过纸牌切西瓜，一副牌嗖嗖嗖的飞出去，一大半都插进了西瓜里。这力道难道是传说中的小李飞牌？小小的纸牌竟然能插进西瓜，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为了得到答案，他们请来了一位专业的飞牌高手，随手一甩，胡萝卜就断成两半，就连扔飞牌的手势都如此优美。接下来我们再试试，阿玛，小哥这姿势有点大胆呀，万一失手那不得凉凉了。纸牌在地面上弹起，准确插在西瓜里。 Oh my god， 这也太牛批了吧。别激动，这还只是开胃菜而已，接下来可要放大招了，给大家表演一个纸牌扎人。哇哦，每一张纸牌都恰到好处，天哪，这手技简直无敌。视频最后我们来玩个脑筋急转弯吧，喝可乐可以再来一罐，买洗衣粉也可以买大送小，那么请问什么店不能买一送一呢？你要是答对了，我就叫你爸爸。赶快在视频下方留言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